哎呀，妈呀，都出来了！家里边太慢的，那能妈呀等不上吗？哎呀，上午太阳晒了，下午该凉凉的，好好冲嘛。咱们起身都迟来吧，走走，赶紧。妈呀，今年种的好洋芋，咋这还这么大了呀？我们种了走嘛。大家好，我是盖燕，我妈今这儿今年就了一片夏洋芋，现在能出来，我们都过来给帮忙把洋芋出来。 阿金子，啊，你上地倒开始磨出来。你是锄把地，今年还没出来嘞，要把这锄磨明面的才好锄。这地里边连草还没有的嘛，其实都不用锄。哎，昨天一溜还要锄了，锄出地皮子，说庄稼可长嘛。你是拖地的了，我是锄地了。哎呀，老大，能行吗？把这该沟渠渠的吧。 不能光沟渠，你要给洋芋哥哥地上锄了，上锄洋芋地还大。哦，要我年时的洋芋都是不大的，所以没沟土的意思是吧？是你到了，看着洋芋都快开花的了，今年能早早吃点新洋芋。姐夫。哦。好好锄，等新洋芋能吃了，你就下来挖着吃了。这个是能够上了，大姐子，我到时候早早就来了。 姐夫，哦，你再出来啊，谁锄的麦穗回家做饭？哎呀，等我赶紧要快快锄了。哎，这锄也不想让我锄地嘛，这。小舅子，看来今天饭我是做定了，锄也交给咋会？那就那个做嘛，这个是个锄嘛，你就当那锄头用了，那你一天了，哎呀，我们家的我就一直看着了，你锄不对嘛，这你给砍回还不耐。这个是锄完了，走，能回家了。姐夫。哦。 自个儿搂你做饭来嘛？哎，没事，我给咱买包子吃，给咱们一吃。哎，来到我们家来，还要你买水果了，这回给我给咱们做好吃的个嘞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就给咱做好吃的。做好不？做。我们兄弟媳妇是从他子哈县挤肉，今天做个鸡肉荞面疙瘩，那在那碗裹鸡肉，我给咱和荞面。刚舀了两碗荞面，半碗白面，开始和。 用烫手的水和面。二姐，你把面都和起来，马上就好。好，和的机器烫好了，你开始搓啊。好。搓嘞。二姐。哦。不要用手搓了，拿这个搓，这个搓还花花可好了。那行，我还不会用吧。 好用着了，你就把人家家主妇起搓就好了。朋友们，我们这儿去叫这个叫疙瘩儿，你们那儿去叫什么？还有的人叫这叫麻食。对，麻食我听过。玲玲，你搓着，我给咱煮个来啊。啊，你先煮着。 煮熟了，那可以吃了。妈也该吃。咋办？丽丽。来，啊，吃，都吃。快吃，姐夫，你挪来，我给。哎呀，挪来。哎呀，他就是把这点鸡肉汤都喝做好了，这样子腿就没人谈了。 可香了，嗯。姐夫，嗯，那是你锄地锄烂了，你就好好吃。不是，今天把这白鸽子下来啊。鸡肉盆一块，你能吃三碗？我能吃三碗，三碗吃两碗。那就好好吃。嗯。今天干活干的是都挪了。饭够了，不够我给咱们再煮个来。够了，今天吃没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，记得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